以猜之猜结束之位。实在好久好久没在台湾亮相，香港天团曹猛三位成员扮相吸睛，脚踩高跟，烘托超强气势。看到你们真的很像看到家人，拜托老艺人，拜托常出来好不好？拜托好不好？出道38年，被狠狠这样亏，这回来台宣传就是为了3月即将登场的演唱会，这也是他们暌违13年再次唱回小巨蛋。心怕冷，人怕后悔，心肝是冷冷烧烧爱到尾。宝刀未老，台语也没忘，强调与去年10月香港红馆演唱会比起来，不只要调整歌单，加入大家熟悉的经典，也因为舞台的调整，舞蹈得重编。虽然早早年过50，但体力考验小 case 啦。健身房会3个小时吧做运动，然后对，几乎是，然后游泳也游1个小时。爬山跑步又2个小时，让他们可以在后台补充水分。来，多年前在台湾晴跑节目通告，最难忘的就是在地的水果，更点名猪肝汤、石墨鱼汤都是最爱的美食清单。排骨饭盒也是我们很喜爱，香港吃不到的鸡腿，对鸡腿，因为你们的那个便当跟我们香港不一样，很不一样的，对我们来说是宝藏来的。因为疫情将近3年无法登台，这次能有机会和台湾歌迷再续前缘，更喊话希望周杰伦、阿令有机会就来看演出，打造乐团的年度经典 party。TVBS 新闻台项目剧 SNG 小组台北采访到，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